生世白讲。各位观众，阿弥陀佛。生世白讲今天的主题是住持行事。住持做些什么事情？我们今天要恭请佛光山星云大师来替我们谈一谈。大师您好。您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关于住持，所谓住持的形式。那么在寺院中，住持跟当家他们的职务是不一样的，大师您说他们两个怎么分工呢？一般的寺院呢，只能称当家，不能称住持。住持要从灵，要挂胆集中，才能称作住持。住持的住持三宝之位，就是夫法神。夫要庄严度中，法要巡流巡洋，神要安住。这个住持要住持常住，住持三宝。如果是当家呢，他的任务呢，就是管这个常住的金钱啦、营生啦、生活啦、这个进出一些人世间的事情。所以住持和当家呀有分工。一般的寺院小啊，就只要当家就好了，当家就仅代住持了。如果是丛林，属于当家以外，他之上还安个住持。大师，那么住持跟当家，因为他们所管的事物不一样，所以是不是他们的任期也不一样呢？任期哦，当家是没有任期，住持有任期。住持有时候是巡居的，四年一任，三年一任，任期到了，可以连任一次，就好像民选的总统啊。这个当家就等于是行政院长，他没有任期的。我做总统，我上来可以在继续用你做当家，用你做行政院长，这个可以这样做的。那么住持大概都是多久一任呢？三年一任、四年一任，最长的六年一任，或者两任吧，大概差不多了。因为后面还有别人也要上台住持，担任住持嘛。不会有终身的住持吧？终身的住持，这个寺庙一定就会慢慢衰微，因为他没有这个流水啊，没有活动啊，这是一个人住得太久了，这个精神力气或者也没有发智了，或者是做皇帝一直做到死啊，什么东西都是终身的，没有改进了。那么大师，关于这个住持啊，他是管的这个所谓刚才这个法治啊什么的，那什么叫做这个寺庙的这个法呢？寺庙的戒律，你要是大家要守戒啊，以戒为师啊。寺庙的制度，这个法治啊，要遵守清规，遵守制度。寺庙里面不过总之也是大大小小的规定啊，都是叫做法。这个是成为常住上的过去的历史存下来的法，现代的这个大家会议定下来的规矩的法，或者临时有什么规定的法。住持要执行，大家要遵守。那么住持
既然是管这个法治、管制度、管规矩这么重要，那如果这样的话，一个住持他必须要具备些什么条件呢？我想一个住持，这个德望啊很重要，他要有道德，要有威望，要有慈悲，要有学生，要有学识，要会度众，要会暗中，要会处理大小事情，要让这个全市的各种的单位设施作为众望所归啊，让大家心悦诚服的接受你的领导，这是最重要了。那么大师，住持既然是管这个一个寺庙的这个法治规章，那么在这么多的人当中要去执行这个法，住持他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住持执行法应该要公平，要公正，要让大家这个接受。我想所有的这个法治啊，也不一定主持一个人啊可以独动独行，他要秉承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个大家的舆论，还有很多的堂主啊、喜堂长老、元老他们的意见，所以综合起来就是很平等的、很合理的要求，至少要能做到这样。那么除了这个维护这个法治的这个健全以外，住持对这个道场的一个中风思想的这个建立，或者在大众里面的教育如何传承等等，住持是不是也应该要负起这个责任？住持除了临众分修，最重要的是这个全市的大家的这个修持教育，这个发行这个行政规范，好像一个家庭里面，假如是女主人开门七进室，这个油银菜炒酱醋茶，一个住持也是一样，一个丛林嘛，这个里面四十八担执事，这个男学大众，你一定啊要合乎这个规矩。不但如此，你要开创啊，你要他们的教育、他们的未来的前途、他们的这个平时的生活的平和、平均、安乐、清净，你都要注意到啊。那么大师，除了这些以外，一个道场寺院总是人很多，那住持除了管法还管人，这些人他应该怎么管理呢？管人呢大概是最难的，因为你管事情你要这样做那样做，他也不会反对你，甚至你管钱你要这样用那样用，他也不会跟你为难。人很麻烦的，人还有意见，人有各种的想法，人要求的是要你要给他尊重，要给他或者好意待他，让他说他受到你的尊重，跟你合作。所以这个四十八等这事就是地位很低，他名义上是接受你的管理，可是事实上你还是要给大家福气，要给大家的尊重，让他跟你配合，
所以这个一视大众啊，或者几百人甚至几千人上下和谐，你才说有为的主持。好，大师，那么主持在领众啊执法的时候，当然说有时候要施一点恩惠，恩惠跟他自己的这个德恨，这两件事情是哪一件比较重要？这个是他们去看你运用的怎么样，有时候要靠自己的伟德，就是靠自己的学问，靠自己的这个厚礼，他尊敬你，尊重你，他尊重了你就已经能领导他了。但有的时候，因为所以各发不外人情啊，天理各发人情啊，有时候就是寺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人情味啊。当初佛陀出世的时候，你看他的对大弟子大家是他让本座，有的弟子来了他说啊，这边坐啊，那边坐，很甚至土地云房来了啊，没他们吃在哪里吃啊，晚上睡觉在哪里睡觉，他是都是要关心的。所以主持对大众的关心或者甚至要有一点是恩惠给他，给他特别感觉到你是照顾他对他有利益有好处，那你领导他就不为难了。像我们讲过的观世音菩萨，他所以这世间能可以到处游化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了啊，这样大家就容易接受你了。那么大师，住持他施恩惠于室内的大众，那么大众呢应该要怎么样去拥护住持呢？我想一室的大众啊，最主要的住持领导我们，我们也要给人家合照给他领导。所以这个出家人啊，能领导人也要能给人领导。现在就是怕有某一些人啊不接受人家领导，你也没有办法去领导别人，那就是很麻烦。所以能比人领导，能领导人其实很能干。那么住持跟全市的大众平常呢如何来加强他们之间的这种联谊或者是了解呢？他这个寺院里面平常早晚定堂住持都应该出席的，和这个一视大众啊都有基础。甚至主持他要讲话了，在这个殿堂啊前后他都可以讲话，他是不受限制的。他弥勒早产午产他要过堂，过堂吃饭前吃饭后他也有条件可以讲话的。阅读时候一视大众见面呢，所以这个时候应该都有时间联系的。另外做一个有主持啊，要有为的话比方说他这个寺院里面重要的四大堂口一级的执事，他三天两天就和他们有一次见面，或者我们现在什么早产汇报了，或者是一时的这个会议了。如果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要和二级的执事们
都要有一个时间呢，能讲话呀，寻到这个长足的发展啦、任务啦、一种资讯呢，要给大家知道的，这是上下九流嘛。如果说一个月、两个月，你总要和大众讲个开始啦、说个法啊，跟大家问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吗？甚至于在半年到一年，你总要和这个全世界大众啊，能有个别的这个接触谈话，所以个别谈话了。因为有很多的人他在公众的前面他不愿意发言，他也有好的意见，他不要给人给别人知道。假如你找见他呀，他也会直接说来给主持你听。这个就做一个主持，这叫儿童莫名啊，什么事情不知道，上下都能交流和平呢。那么这样子分级的，比如分这个类别的不同的接见或者是交流，是不是比集合大众的效果好一点？可能要好一点，因为这个大众人多啊，只能客观性的一些报告的这个吩咐的搅拌的啊。如果说你要大家能可以对你的这个企图、这个计划，能可以去助长，去用心、用力，给你主持的这个新的计划呀，推动的，他会帮助的。那你要是要比较小范围的，讲得很好心的，很有同感的，很同志的，比较容易做。但是那么主持假如经常的集合大众讲话开示，这样子全市大众会不会觉得你太劳师动众了，有这个感觉？所以这个主持这里就要注意了，你不讲，你牙痒声啊，你平常都没有一点意见告诉大家吗？你怎么来领导我们呢？你讲太繁琐、太鲁肃，这个大众听了也不耐烦。所以做主持的人，我想这一点能量啊要有，该讲的讲他一下，不该讲的就不要太鲁肃、太找麻烦。所以在丛林里面做主持，大部分都受大众的拥戴，受大众的尊敬，受大众的服从。原因是什么？他们的修饰道德确实比大家要多一点、好一点嘛。大师，那么主持工作很多、很繁忙，那么实在是有时候没有办法说每天都去上早晚课诵、领众熏修，这种时候是不是可以找一个助手来代理协助他呢？那个位置是不能有人代理的，比方大小伯丁的蒲团，那是别人不能占的，只有他一个人，他不到就是空在那里。他的发作那是也没人可以代替去坐上去讲话的，在堂里面的这个座位也只有他，可他来就坐了，不来就空在那里。不过这座位是好，就等于我们讲说过去我皇朝一个皇帝，你宰相可以行皇帝的这个旨意啊，但是你不能坐到皇帝的位置上去啊。所以这个寺庙里面住持的位置是不能动啊，不能代理啊。但是这是
职权还是有人做的，他有守桌、办事、喜堂、后堂、堂主，他以序啊，凡事可以代理的，可以这个轮替啊，协助的。那么大师，这个常住的这个中板号令啊，这是全市大众一天的作息的依规。那么这种中板号令能够正常的去执行去运作，是不是这也是住持的责任呢？这个是当然有常规定下来的，不过如果有查出这个住持叫供问呐、啊，查问执行的啊，比方说在堂里面开板护钉，陈堂里面啊总办啊，大殿里面大总大姑啊，这个在堂大寮里面的轿厢，他出的这个总办号令啊，大概准时每天七色不能走样的，不然的话这个主持会给予教训教诫啊，警告啊，会处分的。谢谢大师。那么全市大众就在这样一定的规矩之下，大家来修行办道。那么请问大家，大师，这个大众所执行的这个规矩，假如有要修改的时候，应该要经过一些什么样的程序呢？这个丛林里面的，他们有一个组织独动独行，因为组织它也是有任期的嘛。你这独动独行给了规矩，就是你下台了，这个谁来执行啊？他是对这个规矩啊、号令啊，一向主持小鬼潮水了，不能随便改的，主持也不能随便改的。不，他如果要改的话，就必须得到大众的这个支持啊，大众的拥护啊。所以一般的组织大会上对常务上有一个新的计划啊，或者一个时间的跟动了啊，地点怎么样了？常务的实行的这个规矩办法，他就请有一些长老们呢，大家试探意见呢，他们达成了共识，都认为我们这个。这样做会比较更好，那么就由大会上啊发布命令，统领执行的单位啊来更改规矩做什么，这个是很好，因为各个这个长老啊单位都已经支持他了，所以他实行起来就没有困难。大师，我们接下来要请教的问题是说，住持在计划做一件事情或者决定一件事情，这种时候他应该是如何的去咨询大众的意见呢？这个住持等于一个寺院，他也有幕僚啊，他的幕僚就是等于长老院啊，都是常住，甚至有的做过主持的，在这里退居了，他也还是能愿意辅助这个现任的主持。也有的从其他的寺院呢、啊、请来的长老，在这里担任一个助缘啊、守住啊一个执事，他也会跟他们请教商量。也有的在这个里面或者特别有才华的，有这个境界的，他也会受到尊重啊，常常也跟他来往啊请教的，所以我是觉得一个好的主持啊，他
他会经常的和大家交换意见，经常的接纳大家的意见，当然不是说经常的朝令夕改了，但是意见沟通，上下共识一致，和谐合作，这是重要的。但是呢，我们请问您啊，这个住持应该不只是在他的办公室，所谓方丈室那边做事，是不是他也应该走出来，定期的到各个寮口去巡视啊，去看一看？这个是没有规定的，不过一个会办事的这个主持啊，他除了有外务的重要的应酬以外，他驻镇在这个寺院里面，一个是朝觐那个单位啊，他分批召见，分时召见，有的是，对了，他也会出巡，他偶然的不通知你，他跑来看看你的工作，你的作物啊，情度啊，整齐啦，干净啦，他可能找一点问题啊，找一点资料，请民顺民，他一定要到民间去访视啊，他是有会有，他有的大部分他都会也会通知你啊，大和尚这个三天后要到我们这个单位来巡查来看看，我们这个山里就把工作都做得会更好了，提高大家的士气，提高大家的注意努力，我们下个月啊，要各个单位都要检查啦，都要要报表啦，要公告啦，党的一时打通就要跟着他的指示啊，都忙起来了。我想从你以无私为形容呢，最会做主持的人，他却有我把他做的好像没有事一样的，大家就是安心修道了。大师，那么对整个道场里面常住的东西的物品的维护，或者是建设，或者是修缮，或者是人众的进出，或者是经济的结余短拙等等，这些是不是都是住持要包办要管呢？这个住持有时候他不管，这个是当家事啦，客堂啦，他有城堂里面的这个为奴，他可以管进堂出堂嘛，他客堂他要管那个客人的指来宾啊，这个来去嘛，他这个库房要管这个金钱使用嘛，他是各个堂口单位都把这个事情都处理好，后来他上面也当家嘛，还有执行长嘛，他会执行这个单位，各个单位很和气嘛，各个单位很合作嘛，他们也要很注意这些人事上的事情，当然当家的做得很好，很尽全，很周到，向主持报告一声，这个一切都 OK 了。那么意思就是说，各种事情都有专门负责的一个单位来分担，主持就不必管那么多了。应该是这样的，主持他这个分工合作嘛，这个丛林里面属于安分的，但因为你主持你主权不行啊，他不是你做嘛，他有执行的单位嘛，你这个可以发号施令，你也得到他的支持嘛，他也有实际意义嘛，他有一定的规矩嘛，所以这个
好像一个政府啊，有立法机关，有监察机关，有行政机构，大概丛林也是，它有这个执行规矩的，有监察规矩的，所以大家分工合作，那个平常都一套那个运作都有，所以过去在丛林里面产销走动的人，他住过多少家的丛林，哪一家的规矩他都熟透了啊，春天怎么样，夏天怎么样，秋冬怎么样，一年四季他都摸得清清楚楚啊，什么时候哪一个单位的工作的重点他也都很知道，所以一些那些都产销的大众啊，就各处这个行教云游参访都很熟练的，所以这个寺庙里面的主持当家第二种释放产销的人，他们也很观察很照顾，因为万一里面有些特殊人物甚至大菩萨大罗汉来了，你不能修慢待他呀，所以这个主持当家每一个单位都是对每一个人呢都有很高的警觉，很高的观察力。大师，那接下来的问题是说，住持他除了管法管人以外，平常他对十方各界他也有一些应酬来往，那么他跟这些十方各界应酬来往呢，大师您认为他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这个诸神就是各个神常住了各个寺院呢、啊。虽然好像我们有听说了许多诸神有灵仪会，但是诸神彼此的尊重，因为他有的时候要换一个主持，哎，你这个寺院换一个主持要诸神同意，大家都赞成啊，他们还可以同意权了。所以我到这个寺庙来主持，不是我就一手遮天了，为所欲为，不也不是，他有的时候也有一种交际应酬了，这家丛林看看，那家丛林走动走动，因为大家是什么有什么各种庆典啦，各种发会啦，各种的什么这个不同的活动啦，邀请他，那大家都是互相关照嘛，都要参加，参加就是邻居啊，大家心里就没有芥蒂啦，就彼此啊，这就是都是。老朋友了，同道了啊，大家甚至说啊，我这个主持啊做得很辛苦，哎、啊，你来到我这里来，我交给你做主持吧。这个一句话，可能他把一个主持的位置就交给你了，也有这样啊。那么大师还要请教的问题是说，主持对整个道场寺庙里面的事物，他应该经常怎么样子检讨，尤其哪些重点需要检讨的？我想最主要的大众的和谐，这个六和神团和谐和平和和和好，这个和在丛林里面啊是很重视，如果有哪一个人不和，就是偏激分子，这个在丛林里面好像不能安身立足，因为你大家都很和平嘛，你一个人古怪啊，大家不能容忍你，所以
等于孔子的话，小子宁古而攻之，大家不会让你得逞的。还有在这边说是非，也不能的。那个来说是非的，便是是非人呢、啊，他也不会随便听信是非的，他也有一套处理的规矩。你人那么多，你要说好说坏，啊，这个你说是非就先查办你，你是什么居心？所以这个丛林里面很安定啊，他每一个人自己都要很守法、守规矩，都要能合众、尊敬大众。你就是在外面的行为讲扬大道，哦，忽然发心出家了，哎，我到丛林里面来挂单，你也没有办法。那趁你的性格啊，表示你很江湖，你很这个很豪爽，你也很要怎么样，在丛林里面，由不得你的，因为他这个大众的伟德、大众的规矩啊、大众的这个规定啊，要怎么样要怎么，他一个谋生嘛，所以你一定是按照这个谋生，你才能生存的。但是那么我们下面要请教的是关于这个当家，当家嘛，听说是管财的、财务的，那么对常住的这些进财的收支，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处理的原则吗？这个处理的原则，我想是第一个因果了，第二个要预算了。这丛林里面的当家的，那就是一世的大众一年多有多少预算呢、啊？要合乎这个，等于政府一样收支预算。你有钱吗？你不能弄开支啊，把预算立起来。你如果没有钱，你光一直支出，这没有丛林负债的呀。寺庙你也不能借钱的了。所以我想这个收支预算，这个是寺庙里面把这个执行好啊，丢了多就多用嘛，少就少用嘛，省吃俭用嘛啊。现在怎么样的这个出家人寺庙请茶淡饭总可以吃得饱啊。你说啊，要修什么藏经楼了，要修宝塔了，要建设什么了，这个看你的力量啦，看你的缘分啦，啊，这个有的寺庙，对了，我这个要修藏经楼，修宝塔，要重建大雄宝殿，他们大众也会注意，要缺一个能干的主持，能干的当家。啊，他们有一种活动啊、计划呀，啊，会各种的这个叫东西生财之道啊，要有方法才行了。但是不能随便化缘，我讲丛林寺院，好像在大陆不能随便化缘的。如果常常在外面化缘呢，比其他的寺院也看不起。那么大师，假如全市的大众常住有需要给予一些零用钱吗？这个叫胆银。有的寺院呢，说你在我这里住，你总要有一点零用了。不过他就是不要你个人的用，你甚至要用的牙膏、牙刷、肥皂、卫生纸，他每半个月、每一个月多少都分发给你。你都有了这些日用品啦，也不要再买啦。点银来做什么呢？有了钱就要上街啦，就出去买啦，这个寺院的规矩就破坏了，所以他就不给你出去购买呀、啊，没有胆银，
他有东西给你，让你够用，让你不至于为难。甚至你有病了，要吃什么医药那种，他常常会把你送到哪个医院啊，或者找什么医生，他有什么疗口，专门伺候你的，也不要你挂念。这个寺院里面的人中，假如说他有时也会给一点钱，给你，比方说不是很多了，胆银嘛，两不快啦，三不快啦，啊，你像过去像我们的寺院，对了，两不快啦，三不快啦，为什么？他有些年轻人，他要买书啊，买笔啊，买这个他的文具啊，他有他的爱好，他的这个欣赏要的东西，所以就有一些担忧，也很少很少了。大师，那么常住整个大众的生活所需，这个都是由当家在负责照顾。您说当家对这些事情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当家要注意，要公平啊，要周到啊，对对，他也有分别，有很多的人，你比方说厨房里面、大寮里面的这个煮菜的，那你要多给他两块肥皂啊，他那个衣服洗的话比较轻一点啊，甚至可能你多给他一块布啊，让他要多做一件衣服啊，我想这个那个当家是会出力的。那么假如常住的这个净财不够了，当家应该怎么办？怎么筹措呢？这只有节省一点嘛，很早就开始叫节省一点，不能到了时候钱都用完了再来节省，那是不行了，也不能记债了。当然了，我知道这个过去有一些穷的寺院呢，睡在锅里面滚了，没有米下锅啊。他可以寄水账啊，那个米行啊，我平常都跟你们买米啊，我今天没有钱啊，跟你写个一担米啊，多少米啊，大家先有一碗饭可以吃啊，等到有油香啦，有信徒供养啦，再还给你啊。不过大陆上面像这种挂单接种的寺庙啊，他们都有基本的这个田产啦，或者房产啦，有这种有收入的。那么大师，如果有结余，这个多了，这些应该如何使用呢？钱多了，修正修建啊，钱多了，他供应佛教的发行的人，办学啦，做医疗啦，社会的工业啦，他会给他们去用去，让他们来做好事。不过一般的这个寺庙在大陆啊，他都没有每一家都来做这个救济做善事，基本上寺庙是弘扬佛法，是宣扬教义，它不是个救济机关，所以这个要寺庙救济啊，那个是平常很少的。这个寺院的任务啊，就是宣扬教义嘛，净化人心嘛。大师，那么寺院一年的这个形式，是不是要怎么样子早一点去策划执行呢？这个像明年要做什么事，他都计划好了，二月什么发挥，五月做什么，七月与南门为董林怎么样，他一定都计划好了，这个大众都知道了，那就找了个执行，这个很刻板的。那也有的这钱都预算好了，哪一个能用多少，哪一个在哪里，都是一年，甚至有的寺院呢，明年一年要吃的米都买好了，要吃的油都买好了，盐都买好了，
啊，他一年多可以不要再去买卖了，他只要在家里啊种一点菜园呢、啊，他就够吃够生活了。这样子，这个丛林啊，他没有很忙啊，没有很麻烦。那么大师，我们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住持跟当家都是这个寺院里面领导的核心人物，那么他们在形式上应该怎么样子配合，能够使得这个寺院的各种的事物的运作能够顺利和谐呢？为公为宗为事情，这个没有，不要有成见嘛，不要执着啊，不要有私心。我想住持当家这个只是从小参学到他能做当家能做主持，这一点这个观念啊习惯都已经很正常了。住持行事，感谢大师给我们的开示，我们今天这一个主题就讲解到这个地方。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感谢你的收看，阿弥陀佛。